就是海棠不是从小大家都吃吗？看电影的时候一个人无聊啊，就得找点吃的嘛，这个又便宜然后又吃不停。我就有一个问题问导演，这菊花残了算工伤吗？不算。就这个包装真的特别性冷淡，一点食欲都没有，感觉不像辣条，像比较高级的小零食。我记得以前特别喜庆，为什么现在这么性冷淡了？有一点不满意的是它没有露了里面的东西，味精的味道，就是味精的味道，不安酸的。但我不喜欢这种口感，这就属于还挺软的，但是就很难咬断。对对对，感觉像是一个就是蓬松那种塑料撒上各种调味品然后塞到你嘴里面，还是挺好吃的。我觉得吃两根可以，吃多了的话就腻了。不辣呀，没有辣吧，特别甜。对，我觉得我可以吃的停不下来，我可以再吃。好丑啊这个包装，哥哥做良心辣条不穿黑心，真是个格格啊，有心机在里面。哥哥牌的辣条形象是个格格啊，这闻着好辣呀。啊，你别学我。鸡油的味道，我觉得有麻辣小龙虾味儿。这个没有那个好嚼哦，没有卫龙的甜，但是它要辣一些。咬的过程中会感觉到里面那个油喷出来，特别多油，比刚才那个多多了。不辣，它这个又甜又辣，就是闻着还行，吃起来真的不好吃。这个是李小红小红辣条，传说中的辣条中的体操冠军。看这种包装就特别接地气，我觉得这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辣条，就应该长这样，特别红火的。哇，这个好辣，这闻着，哇，这特别刺激，这闻着就是那种扑鼻而来的那种刺激香料味儿，像地沟油朵。弹牙，你懂什么叫弹牙吗？这不叫弹牙，这叫难咬。这个好吃，关键是辣，辣一点，辣一点。感觉这很便宜，特便宜，5毛钱吗？3毛钱的到头了。李星星棒棒素油重庆风味条，又细又长又直的，看着还不错，包装设计也是有点 low。 这个好重的蓝味啊，这个不怎么辣，然后咬起来很脆，可以听到声音的那种。口感太差太硬了，感觉会把牙硌掉。这完全不辣，不辣不辣不辣，甜的，特别甜，也是甜的发苦，很嚼不烂。原味素板筋，香是挤压式糕点。你这算糕点？你们家糕点长这样？这个包装我非常满意，透明的真空包装，有火锅底料的那种干的那种辣椒面，这种形状大小啊特别不适合食用，吃起来都不方便。刚才这个要是塑料的话，这就是加硬版的塑料，真的是钢筋那种感觉，感觉是练咬合肌的。如果我一直吃的话，我感觉腮帮子变成这样，特别咸，感觉这个味道。就总之这是最辣的，我感觉。好吃，好吃，多好吃，还可以，很美。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5个辣条里面最好吃的。微在讲姿势，辣条奥斯卡最佳外形奖获得者是The number one 微在讲姿势 The best 外观 The best design goes to 卫龙。卫龙以其精湛的外观、性冷淡的风格获得了我们第一届微在讲姿势辣条奥斯卡最佳外形奖，不是迷之信仰，就是因为外观好看。对，第一届微在讲姿势辣条奥斯卡最不受欢迎辣条就是我们的练拳这个名字，馋大嘴巴原味素板筋香式挤压糕点。哇塞，1、2、3、4、5，5个，还有一个迷之夜。居然发现这上面有很多草，不可思议。口感也还可以，虽然形状是差了一点，但是这味道我觉得是比其他都好吃的。当选了今天最不受欢迎的辣条。这个厂家可以要么花钱改进一下设备，要么花钱投我们的广告。这个是比较辣的，李小鹏辣条，最接地气的包装，廉价的安心感。这个哥哥以一个差评一个好评成为我们今天的中间第三名哈。这款外形比较独特的棒棒素牛调味面食品，以2个差评一个好评的成绩名列倒数第二。
虽然这款辣条就是集体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喜欢，但是所有同学都表示出了对这个包装的认可，因为真空的，首先它的味道也是真空。这个色泽大家都觉得很火辣，符合辣条那种一贯的形象，而且是今天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是最辣的一个。不用夸他了，真的，他不会来找我们的。好了，大家好，这里是未在长姿势的全新节目测评，我们绝对不公正、公平、公开，我们只偏见、偏执和偏心。下期我们继续精彩，再见。微在电视台，下面插播一条紧急通知：9月23日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性教育课。届时，隔壁微在不懂爱的 Alex 将带领一票神秘物理嘉宾跟大家一起开火车。关注微博话题“物理世界生存指南”，遇见更多老司机。9月23日中午12点，老司机准时发车。老司机带带我，我要看直播。老司机带带我，我要看直播。